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 ECC 的 Star。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坐轮椅的长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们中心要参加我们运动的课程的时候，他满脸愁容啊，不知所措，也好像担心很多。他担心他自己的没办法跟上那个动作，也担心说会影响到其他的长者，带给我们中心不方便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很鼓励他，也开心的是，经过一段日子之后呢，他竟然手可以举起来，而且在运动上面他可以做那个运动的 stretch band， 所以这些进步呢，他自己也觉得很开心，我们当然更开心呢。而且这次现在他来的时候呢，是充满着笑容，跟他的左边右边的朋友们都打成一片。记得有一次他的女儿跟他一起来，看到他妈妈的改变，非常的感谢我们。我希望呢，我们其他的长者们，或者说作为儿女的们啊，对自己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可以叫他们到我们中心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我们这边是一个开心的家庭。